看这个自动按钮，空调自动按钮。什么时候看真空度啊？现在已经在出了，它那个设置在不停的跳，你看。为止啊，他一直在抽的吧，他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一直在抽，他好像说差不多达到90以上就可以，差不多是吧？对，95以上就可以了。好，达到95就可以，能达到100，就是说抽的这个能达到100。120秒加400秒1120秒加这个1100秒。